欢迎来到小小娱乐，由秀智、苏时和蓝楚黑主演的 TVN 韩剧 Startup， 讲述由苏时饰演的女主角徐达美小小个因为父母的离异，和由姜汉娜饰演的家姐徐仁才分开而感到伤心。嫲嫲就为了达美可以得到一点安慰和可以结交新朋友，所以就叫金宣虎饰演的韩志平假扮蓝楚黑饰演的蓝道山作为达美的笔友，点知达美真的喜欢了蓝道山，大个之后还不断寻找道山的下落。家姐徐仁才因为妈妈改嫁了有钱人，所以就变成了富二代，更为当年选择跟随妈妈而感到自豪。相反跟随爸爸的达美就没钱，但是生活幸福，只可惜不久之后他爸爸就去世，最后达美就和妈妈相依为命。但是达美为了要证明自己比姐姐人才的选择更好，所以就讲大话，说有个好叻好靓仔的男朋友蓝道山，还答应会一起出席家姐公司的 party。 蓝道山小小个就已经是数学天才，性格怕丑目毒，从事电脑编制程式，一直都在找着投资者，可惜未被发掘。知道韩志平利用自己的名字和达美通讯，出于好奇和帮人的态度，就出席了 party， 帮达美在家姐和妈妈面前威翻次。兴奋见到蓝道山的达美和讲大话的蓝道山相遇，两人之后会变成怎样呢？大家记得逢星期三四晚到 Netflix 看啦，小小娱乐会不断介绍韩剧给大家，大家记得订阅和 like and share 啦，拜拜。